记者会由旧总秘书长曹培荣主持。他首先介绍最近投奔自由的三位反共义士李敏、李国鼎、江一凡和金文志见面。他们三位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，都受过高等教育，对毛匪的暴政有更深的感受。此外，他们还报告了投奔自由的经过。其中，李国鼎义士在会后并且接受了本公司记者的访问。李义士，您在大陆上受过什么样的教育？那么曾经做过些什么样的事情？我是在学校呢，就是在那个化工学校，就是说专业学校毕业的。但是呢，因为我的成绩是比较优异的，就在全校里面前三名以上的那种，所以这种那时候就送到我去研究所里面深造。所以呢，我在研究所里就做了好几年，就从事一些化学研究的工作，就化工化学研究的工作，比如说那些高分子的研究啊，一些那个化学分子啊，和一些所叫的老化实验的这样的工作。那么您在大陆上曾经受过高等的教育，同时也进行一些研究的工作。那么就您看，大陆上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目前所处的情况怎么样？是这样的，因为他的毛匪就有一个这样的理论呢，就凡知识分子的就要接受再教育。所谓再教育呢，就是说要受工人和农民的再教育。这种教育呢，就是不能让知识分子有思想的独立自由，他那个到农村去呢就要进自由种地，到工厂去呢就要做工，在自己的学习讲自己有自己的研究专题的也不可能，在自己进行的那些他需要的那些来研究，而且呢更压力的就是对知识分子一种歧视性的，好像知识分子呢就被就是一个不是他那个所谓无产阶级的，是一种资产阶级的，还有小资产阶级的，因为这个划分了那个阶级以后呢，就把那个知识分子受过教育的人呢都看成是不同的，所以就受到那个经济上的压力，经济上呢也是好像是好一点，比一般的工农，但是也好不了多少，因为在北区里面的供应很紧张。